大家好，我是 W 波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我们的赤壁之战先。不，赤壁之战。然后我们这个排行榜，你看，可以看我的排行榜。哇，陆服的第一战力啊！不，第一战力是谁？就是我们的不十二横。这个读二吧，这个读二吧，是不是十二横 ？OK， 它的战力是1000、10000哦，180000亿的战力啊，180000亿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18兆啊，18兆战力。然后这个第一战力竟然是用我们的张赫，哎，我的天，哇，他竟然刻这个张赫，刻到去三颗星，然后另外还有刻甘宁。然后还有刻貂蝉，可是他是主刻张赫哎。然后 W 今天刚好又是要介绍我们张赫，所以 W 要看看，哇，张赫有那么厉害吗？值得让我们的这个陆服大佬把他优先刻到去三颗星 ？OK， 我们就看起来张赫，哇，刚好张赫又在 W 的小号队伍里面，魏国红将，哇，红将直接变赤金将啊，奶奶呀，呜，换刺起来，咦？张赫，然后这个鞭子，哇，这个鞭子没什么看到，可是蛮帅的，它是那种好像有毒的、有邪气、紫色的，哇，就像什么那种蟹子，蟹子 ，OK。它感觉就很邪门啊！我的天哪，感觉一碰到它。最中毒的感觉 ，OK， 可是它是紫色啊，紫色眼睛也是紫色，我的天！可是它的服装没什么好看的，你看，还好哎，它的服装比起马超跟貂蝉，马超跟貂蝉的服装比较好看，它没什么好看，它只是它的这个鞭子，它的这个鞭子比较好看，哇，它的鞭子好看 ，OK， 来，我们来看起来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你这个邪门的人，时变量。料战事地形无往不利，无往不利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时变量，哦，W 都说不知道了，你这重复干嘛？难道你真的知道 W 不知道了，一直重复要解释吗？你奶奶的！时变量，时之良将，无子为先，无子为先，良将者，国之所因也。哇，你说什么啊？我全部都不明白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，奶奶的。OK， 他的配音是谁？盛典，盛典，你庆祝，你要庆祝什么？庆祝盛典，哇，简单明了，这个人，盛典，奶奶的。OK， 来，他的定位是急火狂暴，哇，狂暴哎，感觉很暴力的感觉，难道伤害是最高的吗 ？OK， 普通攻击。对敌方前排造成154%的物理伤害，并提高我方前排18%的伤害增加，持续一回合 ，OK 了，也还好，普通攻击。来，百变断魂，怒气技能起来。哎，真的哎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赤金将的那个怒气招都很普通啊，那官方感觉很随便就。搞一下 ，OK， 哇，感觉有新东西哦，传导断粮 ，OK， 对敌方前排造成418%的物理伤害，对目标额外造成1500%的物理伤害，奶奶，30%的概率使目标进入传导状态 ，OK， 一回合，并使敌方随机一个人进入断粮的状态一回合，同时提高我方全体15%的伤害增加两回合 ，OK。哇，简单明了，直接说明是什么了，传导拥有者受到攻击时使其周围随机一名友军受到该次攻击 15% 的真实伤害，哦，就是会传伤害就对了，哎呀，就是好像会反，不是反弹，怎么说，就是我会传给你伤害，就是叫什么妥碎嘎，你自己受到伤害了，你就不要传那个伤害给我啊，奶奶的！你自己被打还搞到我被打，哈哈！你自己掉血还要搞到我掉血，叫什么拖累啊？拖累了，不是叫传导。
是叫拖累那个拖，所以嘎 OK 断粮，拥有者无法获得任何属性类争议状态。哇，多少回合？我才一回合啦，哎，也还好啦，才一回合。哇，这个哇，真的很多新花样哦。哇，这官方设计越来越多新花样啊。哇，争议状态，哇，其实争议状态很重要诶。那种伤害增加、攻击力啊、生命啊、防御啊、八仙啊，还有什么啊？其实争议状态真的很重要诶。这个是零吧，零级的技能应该才一回合吧，可能升到了五颗星，那个什么化境什么屁股之类，可能会变两回合，两回合就影响很大哦，两回合拿不到争议状态。嗯 ，OK。再来必杀技神华撼天 ，OK， 验尸起来！啊，感觉有用心了啊！哇，他的鞭子，呜，为什么没有紫色啊？为什么是蓝色的？他的鞭子有一点紫色，可是他的紫色有一点不好看，他的紫色。用什么屁股紫色来的，有点不好看的紫色。OK 啦，不错啦 ，3D 啊，有 3D 的效果。OK， 鞭子。OK， 对敌方前排造成627%的物理伤害，对目标额外造成2480%的物理伤害。40%的概率使目标进入传导状态一回，而并使敌方前排一个人进入断粮状态持续一回，同时提高我方全体15%伤害增加。哇，提高伤害增加了。OK， 两回合，初始赛值50点，自身行动恢复，全部都是50点诶。张赫已经是第三个诶，难道初始战那、初始杀意100点的是甘宁吗？那那是 W 的吴国甘宁吗？那个笨蛋甘宁。OK， 传导，哇，你看他的技能很短诶，那么快就说明了，简单明了，不像之前的 W 读了很多很多字来的。OK， 传导拥有者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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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%， OK， 一样，断粮也是一样，不能获得争议状态。呜，简单明了，哇 ，W 不需要读太多字，非常容易明白，哇，很好，这个张赫的说明。太好了 ，OK， 善阵被动技能。哎呀，有很多字啊，奶奶的。每个大回合开始时，张赫会释放勾连哦，他的这个叫勾连，他的武器不是叫鞭子，哈哈，勾连随机勾住敌方前面一个人，被勾住的单位进入集火的状态。持续两回合，若此轮再被飞镰勾住期间死亡，则使张赫进入狂暴状态。哇，狂暴发神经！持续两回合，本场战斗中首次释放必杀技或血量，又是变身的吗？准发了吗？变身！然后满血进入变身状态了，变身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158仙，哎呀，他们变身都会满血，然后变身状态一死翘翘了之后又满血回到没有变身的状态。 OK， 本场战头只可以变身一次，攻击目标每减少一个人，攻击伤害提高28仙，必杀技次数加2。哇，哎，这个很不错哦，攻击目标每减少一个人，攻击伤害提高28%哦。哇，打到最后，意思就是打到最后，如果剩下张赫一个人，对面也是有一个人，感觉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打不赢张赫。张赫的那时候的伤害都已经升了，提高了差不多180%了，因为五个人已经死翘翘了，剩下一个人，总之就是可以一直叠加就对了。哇，死翘翘五个人叠加到180%伤害，奶奶的，痛哦，180%，急火。拥有者有方武将受到伤害均会转化15%附加给拥有者。OK 啦，就是转伤害给那个敌方就对了。OK， 集火，狂暴，提高自身15%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暴击率、暴击强度，无视防御，还有吸血。哇，夸张耶，无视防御，
奶奶呀、啊！然后自身行动前回复自身四点的怒气值，还有100点杀意值。每回合限一次，还每回合一次。这个狂暴状态多久？狂暴状态持续2回合，两回合就是意思，他在两回合可以升4点4点100点杀意，100点杀意。意思就是可以升到8点怒气值跟200点杀意值，哎，直接2次必杀技，哎，而且他的必杀技还是用这个狂暴状态，直接无视防御，哎，很夸张，哎，他无视防御不就等于是那种好像合击在打人还是什么，还是神兽在打人，就非常痛啊，我的天，哎呀，变态啊，狂暴啊。哎，怪不得那个陆服的那个第一战力大佬，怪不得他直接优先搞这个张赫，这个狂暴一定是因为这个狂暴啦，奶奶的无视防御，而且还直接哇，而且他打出来的这个无视防御一定是用必杀技打出来的，因为他直接用必杀技加满了。哎呀，除非对方有那种扣必杀技的，不然他真的是用必杀技打人呢。打到无视防御，哇，一定超痛的吧，而且还打到后面，如果剩下他一个人，对面一个人直接累积到伤害提高到180，直接秒杀的吗？怪不得啦，哎，真的诶。 WC 目前看完了被动，然后这个必杀技，然后还有这个怒气，哇，感觉就是张赫是最强的诶，至少是强过那个谁，强过貂蝉和马超。可是 W 还没有看甘宁了，哇，他真的很强下张赫。来继续看怒气，来来来，9级，对敌方前排633%物理伤害，对目标额外造成2680%的物理伤害，奶奶88%概率使目标传导状态1回合。哇，病死敌方随即3个人进入断粮状态啊。哦，可是还是一样诶，持续1回合而已。然后同时提高我方全体 35% 的伤害增加2回合。拥有传导 ,OK, 传导 38%, 拖累你传给你 38% 真实伤害 ,OK。 诶，这个断粮，哇，这个断粮这个效果真的很好诶。拿不到争议状态，哇，虽然只有1回合，可是他是3个人中到，如果哇，如果当时候有很多争议状态，然后刚好那3个人又吃不到那个争议状态，吃不到伤害增加，吃不到伤害减免啊，那种什么什么屁股之类的，哎，这样很亏耶。你看好像，你看他这里的技能同时提高我方全体 35% 的伤害增加，很多武将都有这种争议状态的，哇，如果刚好又在那一回合给他加下去，那他又中断粮的话，直接吃不到这个 35% 的伤害增加，而且还有很多啦，其他很多很多的争议状态。哎呀，总之这个断粮是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哇，奶奶的。 OK, 你看，怪不得那个什么陆服那个大佬，哎呀，怪不得直接优先升星了吗，我的天。 OK 了吗，对敌方前排造成958%物理伤害，对目标额外造成4000%的物理伤害。OK 啦，也是4000，其他人也是4000，好像100%概率使目标进入传导状态，持续1回合，并使敌方前排进入断粮状态。诶，他的必杀技不一样诶，怒气招式随机3个人。必杀技是敌是直接前排 ，OK, 前排断粮，持续1回合，同时提高我方全体35%伤害增加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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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拥有着巴拉巴拉38%真实巴拉巴拉断粮巴拉巴拉 ，OK, 哇，断粮，很屌很屌，断粮，被动来，被动起来。每个大回合开始时，张赫会释放勾连，随即勾住敌方前排1个人，
被勾住单位进入激活状态，持续两回合。哎，还是一个人哎。W 还以为他升到最后会变成，好像勾住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还是勾着前排一个人。OK。然后若此人被那个勾到死翘翘 ，OK， 张赫就进入狂暴状态，进入发神经的状态，持续两回合。本场战斗手势啦啦啦，第一个变身来了，又是变身 ，OK， 啦啦啦，攻击目标每减少一个人，攻击伤害提高 20%， OK， 这个是一样的。必杀技次数加二，激活拥有者啦啦啦，转化 30%， 一样啦啦啦。降低拥有者 25% 的攻击力与防御力。OK， 这个还好。狂暴，哇 ，48% 耶！狂暴提高自身 48% 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暴击率、暴击强度也 48%， 这样是超级无敌痛的那个暴击罗打下去。还有无视防御，还有细血，还可以补血啊！哎呦，对了，这个补血也很重要啊。因为他的伤害高啊，如果还有细血还可以补血啊，就代表他打出去他的补的血一定很多，因为他什么他打得很痛。自身行动前恢复自身4点怒气100.3一值，以及自身最大生命值25%的血量。 OK， 哇，还可以回血，每回合限一次，哇，还可以回血的，还多了一个回血。然后溢出的治疗180%转化为护盾 ，OK。哎，真的啦，怪不得啦，真的很强哎，真的。哎，真的，如果单挑的话，狂暴啊，哇，真是很强哎。打他也打不死，因为他可以补血，他还可以补血，他还可以吸血，他打你又痛哎，48%暴击强度。暴击率如果暴击下去真的很痛耶，因为他还无视防御。哇，真的很痛啊，一定很痛很痛耶，这个张赫。哇，强 ,W 真的觉得他很强。这个魏国奶奶的。魏国张赫。哇，真的很强，这个。应该是三个里面最强的目前来说。OK, 哇，真的强真的强。缘分跟超批生命 55%, 夏侯惇生命 55%。虚竹张辽攻击 35%, 生命 35%, 真姬攻击 55%, 孟德新书 35%, 帽子防御 45%, OK OK, 再来这个小人物，哇，小人物不错，小人物看起来很瘦很瘦，他本来也瘦啊， OK 啦，目前吗，问题是他绑那个高的马尾，绑高马尾，你是女生吗？绑什么高马尾哟，奶奶的！很多人都长头发的哦，奶奶。那官方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设计，全部都是长头发，都分不出男跟女啊！要不是你的脸太邪门，整个邪人这样，奶奶的，特别还以为你是女的，绑马尾。你看，其实他头发蛮美的，马尾，哦，高马尾 ，OK。变身前技能，哦，变身后直接变火，哦，对对，还是玩火的，火元素 ，OK， 等下再看，变身形象，哇，难道直接变成那个蟹子吗？直接变成那个动物蟹子？哦，变身起来，哎呀！很帅耶，我的天，哇，这个是 W 目前看到变身之后还变得更帅的，哇，变成整个那种什么，那种怎么说，火神啊，哎，真心帅，哇，这个变身真的很帅， OK, 还脱衣服脱光光，哦，哎，真的帅耶，这个张赫，我的天，可以吧，魏国，哇，玩魏国的玩家爽到了，很帅他，哇，而且他的头发还变多了，变红色还变多了，哇，还很卷，卷毛 ，OK, 帅帅帅 ，OK, 再来天赋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化境伤害减免 40%, 化境一阶伤害加成 45%, 两阶暴击率 50%, 全部都一样啦，三阶闪避率 55%, 四阶是
命中率 68%， 啊对了，全部人都一样了，全部刺青匠都一样的吗？ OK， 来变身后变哦，变火了，然后火元素，火元素，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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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对对对，要看技能的，不要忘记了，怒气技能起来，哇，很多火啊，很多火啊，火，哦，很多火 ，OK OK， 再来怒气，哇，这个哎没有，再来就必杀技。必杀技应该超级无敌帅吧，他的那个鞭子勾镰一定是带火了，哇一定很帅，来期待起来，哇不错不错啦不错啦，哎还好哎 W 还以为他的那个镰，他的那个勾镰那个鞭子会有带火，就附带有火，没有啊，只是有点红红而已，有一点红红啦，只是有点红色，他的鞭子都没有火，哎呀有点失望啊，官方啊你做乜嘢啊，有点失望啊，如果真的是带火就很帅，超级无敌帅，那带火呼呼奶奶 OK， 然后其他都一样吧，一样啦，元素哎，所以各位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，怎么你们都没有留言，有留言起来吗？所以你们知道这么为什么会有元素啊？为什么会有元素伤害？为什么？所以水克火吗？水元素克火元素，然后火克雷吗？然后雷元素克风元素吗？然后风又克又克为水，奶奶的忘记了，哎呀很乱。总之就是四个元素克来克去吗？不然干嘛搞元素啊？是不是？干嘛搞这个新花样？一定会有谁克制谁啊 ？OK OK， 我们的十二横，哇，果然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升了我们的张赫优先升上去三颗星。OK， 然后甘宁 W 还没有看呢，不懂甘宁强不强呢？不，哇，甘宁看起来也是蛮帅的哦。这个小混混 ，OK， 然后我们貂蝉，貂蝉美就够了，貂蝉根本不需要强啊。美就够了，不，而且还很大，奶奶的，哎呀，那两颗球，不，每一天都开来看，每一天都直接嗨起来，精神满满 ，OK， 来看第二名，那他叫什么？那妹啊，哇，搞了四个哎，搞了四个刺青匠，那妹，哇，也是一样，18万亿，18兆。而且还同一服诶，都是五服诶，他们两个，哎呀，又是两个大佬玩同一服，我的天 ，OK， 他是优先升貂蝉，你看，一定是我们的娜妹，为什么娜妹会第二名？因为他注重颜值，直接克这个貂蝉，克到去三颗星，三颗星的貂蝉应该打不赢三颗星的张赫吧？一定打不赢，我W觉得，不然他为什么第二名？哎呀，打不赢了吗？张赫伤害很高诶。张赫零星，甘宁零星，马超零星，哎，可是无所谓的，各位，反正这些大佬他们目前只是磕到这样，因为有那个什么购买的限制的次数，只可以磕到这样，如果没有购买限制次数，他们一定直接氪金氪到全部四只都五颗星氪满，氪好氪满，因为有限制他们才搞成这样，反正他们玩法一定是之后全部搞五颗星就对了啦，哎呀随便啦，他们大佬都是这样，全部五颗星奶奶的 OK， 再来是谁，这个谁共饮一杯，五你奶奶五17亿，差一点18万，诶什么17亿，18万亿奶奶 OK， 我们的共饮五 OK 比较省钱，貂蝉一星，甘宁马超张赫 OK OK， 啦啦啦啦，很多啦，奶奶 W 懒惰点来看的，哎呀全部都有课，你看又是一个三颗星张赫，哎呀全部都有课就对啦，全部都课进起来了，大佬这个又第五福，这个又五福，哇五福那么多高手全部大佬，哎，跟 W 玩的那个什么，跟 W 玩的台港奥服那个气服一样，
那七福也是三个大佬在一起，这个也是三个大佬，五福五福，然后五福，然后其他人都不同福了，不同福不同福不同福，哎呀 ，OK， 今天里面就到这，如果喜欢我的音乐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点那个赞、那个小铃铛，就这样，大家我们再见。